大家好，我们是肉夫妻房子记。啊，起了起了，听到有人在敲。啊，胡哥在这敲呢。哎，胡哥今天起得好早，这么早就起了，打扫卫生呢，哼。啊，起床。吃个早餐，收拾一下，准备出发了。洗漱完毕，看我这个房车里边到处都挂着衣服裤子，没地方放，外边不敢放，因为海风大得很。好，我们先吃早餐。对，吃早餐。把这个叫什么牛奶喝了，不能多放，会坏的。随便吃个简易早餐，然后我们要收拾离开这个地方。依然是麦片。最近啊，一个是吃不好，就没啥吃的；第二个是这个锻炼打拳，明显感觉自己好像瘦了。最近这个体力消耗还是比较大的。吃完了，健康早餐。OK， 洗碗，收拾，穿好衣服，去溜浪浪去。哎呦喂！早上好呀！我出来一般都是啥都搞好了才出来。来，下来。别看我门开得早，我啥都没搞好。对呀，我就知道呀，你这个墨迹王，太墨迹。遛狗去，走，浪浪。哎，已经出来了。哎呀，我这小浪浪。乖的要死，走。浪浪回来做最后的收拾。哎，先给他把狗粮收了。昨天喂了他点鸡胸肉，就不吃狗粮了，小家伙。玩啥呢？在？一天天呢？现在要把这些衣服收了，挂到哪儿了？这个柜子不能开，这能不能经受得起两件衣服？那还是挂这儿吧，挂这儿不影响开车。对，啊，把活弄过来。别过去！哎呀，窗帘打开，一条裤子挂这儿，内裤挂这儿，衣服挂这儿，只能这样了。然后到了地方再拿出来晾，先闷着吧。哦，对，还有这个事情，把这个收了。好，全部收拾完毕。这个是昨天胡哥送给我的强光手电，晚上溜浪了用。他这个有太多强光手电了，买了一堆，然后送给了我一颗。这个还可以当那个叫什么击碎玻璃的那个用。就如果说房车不小心开到水里边了，打不开门，就用这个，啪啪啪，
汽水玻璃，救命用的。然后这种救命的东西一定得放到开车的时候随时能拿的地方，就是这儿。一旦遇到问题，遇到危险，拿出来救命啊！好，现在我们要出发了。今天去到目的地是广东省湛江市连江市人民路，看看有多远。还没有记好，270公里，马上就记。需要3小时29分。270公里，3小时29分，准备出发了。看小伙伴们都收拾好了没有？哦，还差一点。好了，小伙伴们都准备好了，着车准备出发。走路走路。对讲机都打开没有？对讲机都打开没有？请打开对讲机，请打开对讲机。打开了。哦，房车小队出发，前往今天的目的地去。在这边主要是买不到菜啊之类的。前方路口右。过去那边找了一个菜场啊、超市啊，都有，可以买菜自己做，也可以出去吃，能钓鱼，还比较清静，这么一个地方。进入今天的第一个服务区，阳西服务区。阿挺带头，就是服务区之旅，嘿嘿。哎，这边居然还有一辆房车在，找个地方停车。哇，这可爱的小兄弟在这儿，在车上瞄了一眼，说这边没东西吃，我要继续前进。坐大巴停的多的服务员一般是没啥吃的。好，进入第二个服务区，电白服务区，这边绕一圈。小婷婷要吃东西了，她饿了。我其实一点都不饿，早上吃的还是挺多的。来吧，72街，哎，这边有麦当劳。有麦当劳的话是可以吃个麦当劳的，好久没有吃麦当劳了。哎，喝口水。啊，解解乏。关掉空调，熄火，拿手机，下去逛逛去。哎呦喂，开的腰酸，按的背痛。这东西不会翘了，不会飞了。看我昨天对它做了啥？我拿这个3M 的这个胶，哇，里边怎么会有一只放屁虫啊？我天！拿3M 的胶，这样给它粘上，这个老化了，开始飘。开快了之后，它就立起来了。胡哥也到了，去拿个口罩。西瑶楞，守好家啊，守好家，戴口罩，出去逛逛去。我还是吃麦当劳啊。吃麦当劳。你好，想点乜嘢咧？他已经来了，他在外边等你。对，好的，挺可爱呀。哎，这个我本来不想吃的，选择很少。我本来不想吃的，但是看到麦当劳我才来吃。那边有米线，
我不要蒙资源，你不要冒这种险，不要冒这种险。蒙资源还可以，没有炸鸡，只有这饭馆吗？没有，那个一整只鸡的没有，是不是一只鸡，就是麦辣鸡翅有吗？鸡翅有啊，那啊，要等七分钟，现做的好吗？好，我要一个。可以，但是你要告诉我你点了什么，因为我这里是不电视，不到底信息啊，没有牛肉。哎呀，我吃这个。要一个麦辣鸡腿堡，来这个吧，套餐，这个套餐划算一点。哪个？卤辣吗？你可以换青花椒，它多了麦乐鸡和甜筒都没有。可以可以可以，可以吗？对对对对对对。那这个可以换成那个麦辣鸡腿堡吗？可以，那行，两个这个套餐啊。不是，他们要我要吃辣，不吃辣。看看我们这个套餐居然还有甜筒。然后点小黄，等等，我都不知道。刚才连他只有，我知道，48一个套餐，东西还挺多。再往前，你换到刚才那个程序，再重新重来一版，换到飞机。我和胡哥的先到了，咱们就先开吃了，开吃。今天吃这些没事儿，因为晚上打打拳就把这个。消化是的，对，就消耗掉了。不要自我安慰了吗？嗯。在胡哥带领下，我即将成为拳击高手，是吧？啊，胡哥。啊，我们的午餐。吃饱了，喝足了，极度的满足，终于可以张开口吃汉堡了。吃的特别的香，这个汉堡，我要控制，可以再开一开，因为现在还有，我还有一半，因为现在还有100多公里嘛，我们到目的地，我车的，目的地之前，哎，对，走。回来把这个口罩放好。他们的表情，瞪着我，换块电池，电池没电了，然后准备出发，安全带，准备出发。哎，不对，我的那个，哎呀，这天气暖和的呀，一下子就感觉，我的耳机在衣服兜里边，我得去拿一下我的耳机。这个天气变热了，现在外套也穿不上了。开车没有耳机过不了，会无聊死。戴上耳机，肯定热呀。现在我们已经越来越蓝了，越来越往南边了。出发。进入今天的第三个服务区，横山服务区。来这儿的主要目的是加油，因为我们马上快到了，再过5公里就要出高速了，直奔加油站。75块钱的油，现在继续出发，离目的地还有13.9公里，再开16分钟就到了。很期待今天驻车地到底是什么样子。现在已经下了高速了，现在直奔我们的目的地。啊，这边是属于湛江，属于广东，但是呢，它是属于是广东和广西的交界处，其实这边离北海很近了。哇，我们已经快到了，这地方感觉就是个小村庄的里边啊。这个地方的规模感觉是个镇子，不是小村庄，这个是镇子。它这个导航的定位是不是不准？没有啊，导航是准的呀，我们已经到了。好，就到这儿了。这里边就是停车场，我们就到了。
这个地方，但是这个地方感觉不是，感觉会比较吵啊。这边我先下去看看，这离钓鱼的地方倒是比较近，然后生活啊各方面的要方便一点。看，这是一个广场，旁边还有一个幼儿园。这边这条河的话直接是入海的，所以这边的话是属于是咸淡水交界的地方。其实这是挺不错的啊，这下不去，这里下不去，我伺候不了了呀，这边全是鱼，好多鱼。我刚才看了一下，这些鱼全部在这个水面在翻腾。哇天哪，这不去钓两竿简直是白瞎我的路亚了。瓜子亮片走起，绝对要暴护。哇哇哇哇哇，好爽，超级爽啊！我们的电又充满了，这一天天电用都用不完。拿出鱼竿开始钓鱼。这个线组我要重新做，这线组不能要了，用来钓路亚。也可以先拨一把吧，拨就没意思了。看那个，看那些小鱼翻腾的，就想钓它们。就想钓它。忘了得晾衣服，差点就只顾着玩了。先把衣服晾了，再去钓鱼。这个天气晚上应该能干。把衣服裤子拿出来晾晾，看他们这边人穿的挺多的，实际上这边挺热的，看短袖。这边看着他们当地人穿棉服，看他们这儿人挺怕冷的。弄好了，先钓钓瓜子亮片看看。好，接点水，养鱼。钓上来给它放到这盆里边，看看我们最终能钓多少。对，幼儿园放学了是很热闹。哇，好多鱼，鸟一飞过去，全是鱼。好，我们要开始钓鱼了。哎，一甩出去，天了！我靠，没有鱼根啊！啊，我看到鱼了，我看到有鱼根，肯定有鱼根。我是看到鱼了呀，但是鱼不根呀。来吧。你们俩别缠线就行了。哇，这好多鱼，全是鱼。哇，全是鱼。哇，全是鱼。哎，这鱼不吃这个饵啊，真的不吃这个饵，没有咬口。啊，啪啪的打脸，就甩了七八竿了，吃口都没有，更不用说钓到鱼了。哪里钓啊？那边啊。哦，哦，都是到那边钓是吧？是哪个位置啊？桥那里吗？我说是不是在桥那里？在桥那边钓啊？哦，我看这边有好多小鱼，
我说调一调，完了，当地的大爷都看不下去了，看我在这甩，要绝干了呀，兄弟们，要绝干了呀，钓不上来啊。好吧，路亚这边是没鱼了，准备拆个这个，钓串钩吧。好了，继续出发，希望这种钓法能够帮我钓上来鱼吧，好久没上鱼了，真的都不想钓了。月龙，这个刚刚听当地人说啊，那边还有一个地方，然后月龙呢现在开车过去那边看看，那我呢在这边再钓一钓，完全不吃啊，这边啥也钓不上鱼啊，崩溃了，好难钓。看到有很多小鱼，但是完全不吃啊。好了，我这个东西都收完了，现在出去逛一逛超市去，然后买点水，买点饮用水，看这附近有没有超市啊。哎，借一下那个胡哥的车去买个水吧，听胡哥说还有点小远啊，幼儿园的小朋友们开始放学了啊。公厕在这儿也蛮近的，离我们那个停车的地方。好像还要往上走，还要往上走才是超市。上来之后别有洞天啊，好热闹啊。好生热闹，生鲜主题超市就到这儿了。哇，好，这是草，我还以为卖折耳根呢。拎着胡哥的电动车逛超市，看有没有前台。这只能是，你好，这个东西能不能我放到这里帮我看一下？我就放到那边是吧？哎，好，谢谢啊。把它放到这儿，帮我看一下，我进去。迅速的买完水，迅速出来。想买点牛奶，不喝酸奶了吧？牛奶的话，我还可以打这些果汁喝。找到了，农夫山泉有点甜。哎，我想买酸哦，买牛奶的话，我看要不要少买一点？两提的话，我还得提牛奶，提一提。啊，好纠结，买一提吧，再买点牛奶，看看，买个纯牛奶，这一件多少？十二瓶，我要放哪儿啊？啊，好纠结。说买一送一，对，送这个纯牛奶是吧？这是纯的有机的，等一下我看，3.8克的。哦，这个钙跟蛋白质都比较高，这个蛋白质越高的牛奶越好。看看这个喝到明年2020年8月31号，喝到明年8月31号，现在是9月1号了呀，保质期6个月啊，半年。那这个是划算，这个多少钱一提？才是78块钱啊？78块钱有，78块钱两个。对，他送至后面这个，下面这个是送的。哦，刚刚那个是50，刚刚这个是我看的，
今天那个65块钱一斤的。哦。你先尝尝，你要不要拿多一箱呢？我看看，不用，放不下。看这个是，250，12瓶，那个是250，10瓶。但是我这250十瓶，产品精讲的这个，这个比较划算。我看一下好不好提啊？可以啊。我是骑平衡车。房车里边的吐司面包吃完了，我在这儿再买一袋这个吐司面包。这边做活动，买一送一，看看生产日期，12月20号，保质期12月28号。今天多少号？哼，感觉买一送一的不行啊！今天23号、28号，还有5天，可以。这段时间给他吃完早餐。好，那就别的就不买了。哦，对。让他买点西红柿，自己做三明治吃。